应该有100位吗？应该没有跟超过100位合照吧？我尽量了。神奇宝贝，我抓到啊，神奇宝贝。对啊，而且我发现我们，因为我们这边是一楼店面嘛，所以左右边是不会有住户的，那楼上又是我们的仓储空间，所以就是什么，我们在这边唱歌应该很大的几率是不会影响到别人的，所以就可以比较放心。对，这边以后就是我们的直播间吗？对不对？是不是很棒？对，大家记得月赛会员票、贵族选票。是不是不错啊？这边再收拾一下，再买一张单人床，就可以到我们的工作室。哦，还要装那个热水器，就是我们的厕所很小，但如果可以洗澡的话，那就更好了，就是可以有一个休息的地方。把这个空间利用的淋漓尽致。就是我们要譬如说要进行很多的直播上的，不管是浪这边还是神之清直播的部分，都要好好的规划一下。目前那个开幕以及试营运就是顺利告一段落，我们每个人一个人当三个人用，那我都很辛苦啊。谢谢建荣钻石之翼，等一下我来处理一下。封锁那个诈骗集团的账号。OK， 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没错，我们在店里直播，我打给，想说比较不会影响到别人，
算是自己的地方，然后一楼又是店面，比较播的比较放心。哎，交金的流浪，谢谢。谢谢今天前来门市甲咱支持的朋友，感谢。今天有看到啊、哇，要背吗？我们总共有八位吧。哎，交金、秀梨、婷婷、Daisy、开心、交金、秀梨、婷婷、Daisy、开心。林颖、美凤，还有一位是谁？差一个，淑珍，有没有？我是不是记起来了？八位嘛，总共八位啊！天哪，我也太强了吧！是不是？秀美。哎、欸，嗯，啊，八位啊，不是八位吗？我记错吗？淑珍跟开心不是同一个人？哦，应该是吧。秀美 ，OK， 哦，淑珍跟开心是同一个人哦，太累了，写上活动 OK， 好，我想说。活动一，喂，出事啊！淑珍就是开心 ，OK， 很哎、欸，我要记很多人的名字哎、欸，给个机会，给个机会，我已经讲八个，已经算很厉害了吧？哦，真的是。我觉得我很厉害了。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，她的名字叫做小薇，她有双温柔的眼睛，她悄悄偷走我的心。小薇啊，你可知道我多爱你，我要带你飞到天上去，看那星星多美丽，摘下一颗亲手送给你。Yeah. 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，她的名字叫做小薇，她有双温柔的眼睛，她悄悄偷走我的心。小薇呀，你可知道我多爱你，我要带你飞到天上去，看那星星多么美丽，摘下一颗亲手送给你。小薇啊，你都知道我多爱你，
我要带你飞到天上去，看那星星多么美丽，在下一刻亲手送给你。